to wait for so is catch up the tempo to show you'll find the way to swing, swing the beauty swing, crying like a light and rain, a stirring and dramatic wind, wearing a masked thing belongs to Halloween. Okay, all right. You can hear the texture full of charming. You can feel a kind of mood. Come to the bed about defending beauty. Find a place to sit down. Feel the basic rhythm and adjust your pitch. Prepare summer dreams.心静啊，中国人对这个静字是很有研究的。静而生思，只有静下心来才能想出更好的办法。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写得多好，主观心境、客观环境全有了，你放松了。 花期就成熟了，你心静了，整座山都是你的。静下心来不难，关键是猜不透陈开仪这步下的是什么棋。你这么说，说明你的心还是没静下来呀。 谋事在人，讲的是一个人要积极上进；成事在天，说的是要顺应形势。你说这么矛盾的两句话，为什么总是放在一块儿呢？顾老，我今天实在没心情跟您玩这个猜字谜的游戏，要不您就直说吧。 一件事情值不值得做，一个人值不值得爱，都在这个谋字里边。谋，说白了就是谋人。最重要的是发自本心，发自本心的是阳谋，不发自本心的，就是阴谋。 一个人只有静下心来，才能把事情看得准确，看得长远。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与总编辑见面，尽快开展对盛装的收购工作，免得夜长梦多。你是在教我做生意吗？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咱们。 花了这么长时间布这个局，不能在最后关头有什么闪失啊！我就是有种感觉，我觉得陈开仪要出大招了。乔治是主编，陈开仪是副主编。你对乔治不恐惧？ 为什么对陈开仪恐惧呢？我有什么可恐惧的？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换个问法吧，是不是乔治的死
让你对陈开仪多了几分恐惧。乔治的死是个意外，谁知道他的抑郁症那么严重？他信任你，把抑郁症病的事跟你说了。这个病症随时可以让他离开这个岗位啊。他告诉你了，就说明他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我知道，所以我也劝他了，不要再死守什么新闻理想、媒体理想。现在是用品牌套现的最后机会了，只要能够套现，就能够实现财富自由。要不然就靠那点工资，得熬到猴年马月。买卖品牌倒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你想套现出局的想法我也能理解，但是你唯一一步走错的棋就是，你不应该带乔治上赌桌。他如果不到这个赌桌来，他也不会死。他死是因为抑郁症，他明明知道自己症状很严重了，为什么要停药？他是自己停药的。那是因为他世界上最信任的朋友，也就是你，把他的理想给破灭了。在澳门他跟我道别，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不是很舒服，出去晃一圈。我送你两包。啊，郭先生，我就是痛风毛病犯了，您尽兴吧。里边太闷了，我正好出来透透气儿。人都有手气不顺的时候。没事，看你说了这么多，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我听向霆锋说，你在赌场拿的马子呀？就几十万，我能搞定。人不能轻易借钱，尤其是赌场的钱。顾先生，这跟谁借不跟谁借的，我心里有数。谢谢。我多言了。其实呢，我一直挺好奇的。我们在赌场见过三回了吧？您一回没赌过，为什么？我从小就认定，人的运气是有限度的，不能把运气浪费在赌场上。所以我只看别人赌牌。那为什么约在赌场见面？我母亲跟我说过，牌桌上见人品，不管他平常隐藏的多深，几场牌下来，尤其是输了大钱以后，那暴露的就跟没穿衣服似的。其实啊，我一直觉得我是生活在媒体的黄金时代，我应该为这个时代扛起一点责任。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优秀的媒体人，即便是现在传统的媒体会渐渐被新媒体所取代，那我也认为这是信息传播的媒介发生了变化。我理想的本质不应该变。向霆锋，我认识他二十几年了，他是我的师兄，我要感谢他，他教会了我媒体思维的方式，算是我的启蒙者吧。这二十几年里，我跟他合作了三家媒体，一直到现在的盛装。说实话吧，一开始我对做盛装呢是排斥的，对时尚不熟，
怎么做？他跟我说，其实媒体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给这个世界传递有效的信息，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您觉得呢？说的有道理吧？他还鼓励我，要向着自己的理想，一往无前，千万不能退缩。但是今天，我想想他那些话呀，有些可笑。3700万，这就是所有理想的底牌。肖念峰跟我说了，无论盛装怎么易主，他都希望你继续做主编。做不做主编，这根本就不重要。顾先生，我们不熟啊，今天我跟你说那么多东西呢，有一点唐突，不好意思，对不起。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您是投资者，这个您在谈判桌上用所谓的大数据，用所谓的专业术语，您在谈判的时候说着买进卖出盛装品牌的时候，那您知不知道盛装是什么？您回答我，盛装是什么？是个项目。就是一个项目。是啊，在你们眼里盛装当然是项目了，还能是什么呢？对，可能有的时候我太多愁善感了吧。向霆锋，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可能撬动那么大的资本局。那幕后推手是谁？是您吧？您才是庄家。心照不宣了。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说一句话，推心置腹的说一句话。即便您是庄家，也不是说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用资本格式化的，你懂吗？懂吗？资本格式化，这个词儿我记下了。郭先生，再见，请回。我不知道你们之前还有过这段对话。乔治借的钱是你骗他借的。他根本就不知道借的是高利贷。我担心他会提前暴露我们的计划，尤其是不能够让陈开一知道。我和你香港见面一见如故，一直以为你是一位挺体面的人，为什么最近连连出臭气呢？他说的也没错，3700万，这就是一切理想的底牌。理想，我们曾经为理想付出了多少，但最后得到了什么？我给过他机会，但是他宁可守着盛装这艘破船，也不愿意跟我套现一起逃生。所
所以我得想办法，想办法让他闭嘴。让他闭嘴很容易啊，有那帮放高利贷的追着他就行了。你何必找人诬告他贿赂公务人员呢？弄得警察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你这不是逼他死吗？顾老，您今天是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帮你复盘一下。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复盘有意义吗？咱们书归正传，你对陈开仪是怎么预感的？您认为，如果陈开仪反击，我们会面临最糟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最差的情况啊，也是你没有我。不要轻易用我们这个词儿。最差的情况就是陈开仪收回主动权，他不再跟萧红雪斗，把你踢出局。不过就目前情况看，他没有这个筹码把你踢出局，除非……除非什么？除非他另开一个局，你压根儿就没在这局里。你说，好，谢谢啊。行，陈开仪在巴黎，预感的挺准的。我得马上去巴黎，我要赶在他前面，把品牌收购的事情谈妥，随时联系。我先走了。出来吧。都听见了？全听到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乔治自杀是因为抑郁症，但最后这个抑郁症发作的原因是向霆锋背叛了他们坚持共同的理想。就听明白了这些啊？那不然呢？我刚才跟他说的这些话都是说给你听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吗？老头，你又搞那些玄乎的东西。向霆锋对焦志算不上背叛，只是他耍了阴谋，落了下乘。你对严凯可不能这样，你只能用阳谋，不能用阴谋，不然就是企图，明白吗？3700万什么意思？真不愧是柳军的女儿，数字记得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嘛？向霆锋从安东尼那儿打听到法国总部要把品牌在中国的经营权卖掉。你看看你，对盛装一点都不清楚，你就想买。盛装其实就是几本杂志，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买家想买呢？关键是它的品牌和它的使用权及经营权。向天峰一方面稳住了安东尼，一方面积极的在选择买家。他一共选择了三个买家，最高的出7000万，最低的出到4300万。他把买卖双方的局都布好了，但是这中间缺少一个投融资的操盘手。于是在香港文化酒店他就遇见了我。现在看起来这绝非巧合。对于我来说呢，闲着也是闲着，3700万收购品牌，再高价卖出去，又不担什么风险，何乐而不为呢？清楚了。低价进高价出，听上去跟卖菜没什么区别。买卖本来是低价进高价出。我几十年前卖西瓜，2000块钱包了一车，2.5毛一斤把西瓜卖回本来，剩下的1块钱一个就卖了。生意就这么简单。这么格式化，那这就是害死乔治的原因吗？你是不是打算什么事情都告诉严凯呢？是不是真的想和严凯在一起？对这个品字很有讲究，每年春晚那几个语言节目除了相声就是小品。为什么是小品而不是大品也不是老品？这就值得我们好好品品。你要再不说话，我回去了啊！再陪我待会儿。咱爸在家等我吃饭呢，要不你陪我回去吃饭啊？不去。那干嘛呀？让我在这陪你傻坐着？要查谁？哎呀，不查谁。乔治的事儿你搞明白了？没有。现在有个更棘手的事儿。孩子，有人欺负你？我好像爱上一个人。啥？哎，等，就是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人，但是我先不确定，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爱没爱上他，所以你找。我的个！哎呦，我的个亲娘啊！哎。我得谢天谢地谢祖宗，我弟终于回归了，我弟回归。哎，哎呦我天，呛死我了！谁呀？我认识吗？这女孩？家庭条件怎么样？哎，我跟你说，没事儿，穷不要紧，咱家有钱，只要你喜欢，要星星摘星星，要月亮捞月亮。刘子晴。刘子琪，眼光挺好啊，这姑娘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啊，咱们全家人全加起来都斗不过咱这个弟媳妇儿。你什么弟媳妇儿？人家还没同意呢。我说了不确定，先别弟媳妇儿。你看你那个怂样，你看。行，我知道你今天找我来干嘛了。姐给你出个主意吧，一试就能试出来。什么招？出了再说。
不想什么呀？什么呀？我跟你说真的，你们这些男人啊，你们太不了解自己了，太不了解自己有多混蛋了。你们根本分不出来对一个姑娘到底是爱情还是占有欲。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姑娘同意的前提下先处上。你这都什么扎穿地心的观念，你还是个女人呢。哎呦，可怜天下姐姐心吧，你姐都把底都给你了。是。我得给我弟媳妇儿打个电话，让她过来喝口茶。哎，你别，行。哎，我们上午刚吵架。吵架？上午？你们俩什么叫上午吵架呀？他昨天住我那儿了吗？Je suis Kaijian. Kaim, qu'est-ce que tu fais ici? Je suis la préviva, si ma habile bien. Venez tous les vendredis soir pour le dîner et d'écouter du jazz. Mais pourquoi tu ne viens pas aux heures du bureau pour me parler? C'est ma vie privée maintenant. Parce que je voudrais parler avec vous, personne. Quand l'entreprise ne peut savoir pour le moment. Écoute, ce n'est pas le bon moment. Je ne veux pas gâcher mon week-end avec ça.Je ne pensais pas que 100 millions vont gâcher votre week-end. Kai, tu es vraiment génial. Tu as beaucoup d'imagination pour les projets. Je pense que la période qui va suivre... Tu as tellement d'imagination pour les projets, je pense que la période qui va venir va être très florissante. Merci, monsieur.麻烦能不能让我跟肖主编单独谈一下？他们都知道了。知道什么？我跟他们说了，所以肖主编把我们召集在这里。总部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陈凯宇去了巴黎。你那位朋友怎么知道的？他本来不知道，但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因为陈凯宇把安东尼拐跑。拐跑？对，昨天安东尼的助手打电话告诉我，他上了飞机，同行的是陈开仪，
本来礼拜五的白天，安东尼没有任何的出行计划，也没有安排要见陈开义。但是只过了一个周末，礼拜一他就和陈开义一起上了飞机。难道这还不叫怪跑吗？他在哪儿？飞机是直飞上海的。我知道飞机直飞上海。我是问陈开义副主编现在人在哪儿？没有人知道吗？那你去巴黎有没有见到安东尼呢？有谁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我再去问问我上海的朋友。那我也去问问看。哦，太好了，终于有人听懂我问的问题了。麻烦打听一下，然后告诉我陈开义副主编现在在哪儿，还有能不能够让我跟肖主编单独谈一下。可以可以。副主编，秦明，你留一下。我能够相信他吗？当然可以啊。秦明，我能够相信你吗？我还是出去吧。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不会做任何违背夏红雪利益的事情。那就够了。请坐。那你去巴黎有没有见到安东尼呢？我没见到他。为什么呢？他说他周末要陪家人，他不见我。这肯定是陈开义搞的鬼。关系怎么样？一般。谁和他关系好？李娜呗。你跟李娜关系怎么样？更一般了。跟谁关系都不好，你是废物吗？我跟陈默啊。关键时候一点用都没有。老大，什么关键时刻？要出大事，肯定要出大事。老大，听我说，啥也别干了，马上去萧红雪办公室门口蹲着。我去偷听吗？你偷听得着吗？你用最快的速度跟蔡飞还有李娜搞好关系，还有萧红雪有任何动作我都要第一时间知道。老大，他们两个可不太好搞啊。你要是搞不定他们，你就绿了。绿？没有这样的先例啊。我不在乎什么先例不先例，我要看到方法，我只要结果。您现在是要我无缘无故的开掉陈开仪啊？我是总出版人，我开掉一个副主编怎么了？他只是个副主编吗？他在业内的分量您应该很清楚吧？我不在乎他什么分量不分量的，我也不要你的疑问，我要你提出办法。他之前不是账目上有问题吗？跟那个，或许你之前说那个人是啊，雷启泰。对，雷启泰。账目的事情，杜霞已经给过结论了，这所有的票据都是齐全、合理、合法的。至于中间有什么回扣啊，或者什么灰色交易，那都是那个什么咨询公司的事情，跟咱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用那家咨询公司？凭什么他们的报价比市场价都要高呢？还有，最后在合同上面拍板签字的人是谁？乔治。从头到尾，所有的合同，陈开仪没有签过一个字。我太好了，连死人都在帮他。向总，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吗？我没有发脾气，我现在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开除掉陈开仪。这样子，秦明，你现在召集人力资源部的同事，20分钟之内开会，给我一个能够对外说得过去的理由。只要能够说得过去，我要开除掉陈开仪。
我做不到。所以说到底，你还是陈干衣的人。我不可能因为你一时的念头，赌上我的职业信誉，请您谅解。你不开掉他，我开掉你。向总，你是疯了吗？你叫人家干嘛？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就算是生死存亡，我们也不能乱来呀。如果我们不开掉陈开仪，陈开仪会开掉我们。他凭什么？就凭他跟安东尼上了同一架飞机？你上一次跟安东尼一起出行是什么时候？不要说你了，就连我待在安东尼身边这么多年，我可以告诉你，一次也没有。他很少离开巴黎，更别说飞十几个小时来到中国了。那要能说明什么？这说明陈开仪一定用一样东西打动他的心了，让他愿意离开巴黎，让他愿意飞十几个小时。而据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够打动安东尼的，就是钱。就算是他打动了安东尼，就说明安东尼已经站在他的那边。你现在开除他有意义吗？但是我不相信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真的掌控安东尼，所以我需要争取时间，我需要人力资源部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我要开除他，除非先斩后奏，然后我才有时间，才有机会去跟董事会去斡旋。 That's it。C'est si beau. On dirait un tableau de Monet. Les tableaux de Monet sont beaucoup plus mélancoliques. La bizarre, toujours dans le chinois, est élégant et lumineux. Ce qui peut faire oublier la quiété et l'inquiétude de la vie réelle. Ce serait vraiment l'ironie du sort si je devais rencontrer le patron le plus riche d'Internet pour lui parler d'argent. On parle tout fait tout, ne parle pas d'argent.Puis alors, ça devrait être lui. Facilitons le commerce mondial. Mon Dieu, ces mots sont comme des mots d'amour dans une bouche intelligente pendant une guerre industrielle.主编，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向您辞职了。向总不是这个意思吗？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别过分了。这种时候，才能真正看到人心向背。这个时候他不帮你，他就永远都不会帮你。我现在以总出版人的身份批准你的辞职，辞职报告跟流程，让你们部门的人补齐。你现在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通知人力资源部的人到会议室开会。我不批准，也不同意。你现在必须听我的。我说过了，你不要以为可以控制我。你非要这样做的，我就回香港。香港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你以为我们还有退路吗？我们没有退路，我们可以自谋其他生路啊！夏主编，您不用再吵了。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会离开盛庄的。谢谢您这阶段对我的照顾还有信任。而你辜负了这份信任。向总，我并不认为我辜负肖主编的信任，但是我确信的是你辜负了乔治对你的信任。那天天台上掉下来的那个人偶，是我带人去天台检查并且烧掉的。那天你吓得摔在地上，就失去了我对你所有的尊重。那时候我就在想啊，即使人偶烧掉了，但在心里的某些东西这辈子是永远也抹不掉的。你说对吗？滚。
肖主编，我刚刚听人说，向总在小会议室里面召集了人力资源部的所有人，在讨论用什么名义开除陈开仪。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是总出版人吗？可是开仪现在在休年假，哎，一定要这么着急吗？有什么事不能等他回来再说吗？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刚才齐敏失职了。什么？你是不是也是来齐职的？如果不是的，可以让我静一下吗？继续去把时尚盛典的事做，可以吗？为什么心为什么所乱，一颗心不安缱绻辗转，星星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满满，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最悲欢颤，我的梦醉在如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星星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满满，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醉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